问人不周，唯一情绪起伏最明显的孔永汉，面对老婆的质问时，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这个哎，这扯起来真的是会吵架的，真的会吵架的，对不对？在这边真的嘻哈哈哈笑笑，等会会吵架的，是啊。啊，白鹿这一组的，你刚刚看你老公那个反应。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蛮不好意思的啦，他会尴尬，对，有点尴尬，但他其实很想看，你们看他那个眼神，就是不好看不好看，然后看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，然后就有点不自在，有点不自在的，所以移动了一下位置。因为他们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他有说 This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。你干嘛讲他的实话？想到他的那个晚上你就知道 What's not in your life？ 哇、wow ！想到他的23岁白鹿中，他刚刚有讲，他这样在后面说，我等一下出去就要跳一段给我老公看。我跟你说 ，What's not 就是你回家换我跳，我一回家一到家一次吧。不是，你知道不是，你知道刚刚他说什么吗？男生在带那个红球的时候，带那个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等下冲出去，我就要跳一段给我老公看，看他会不会变红球，对我是不是很hot？”对，我说：“如果变绿色的话，你不是自取其辱？”他说：“要不要试？当场试，后面有一个哦，来，爱情人夫孔永汉的兴奋指数真的会一路狂飙吗？”呼呼。黄白鹿电力全开，爱奇艺人夫孔永汉的兴奋指数真的会一路狂飙吗？白鹿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在一分半之内没有让他变红球，啊，你刷刷去啊啦，你真的，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就不要了，会不会自取其辱？我们女人团是，那假如一分半灭掉怎么办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不要都没了，白鹿，就叫让他等一下，你只要让他变红就好了。我们让他变红就好了啦。我们讲一分半，我完全没反应哈。你多久最快给他变红色？一变红色我们就卡了啦。OK。但超过一分半没有的话，你就回家了。我先去吃晚餐。啊，你回去吃自己了。宵夜。OK， 好，来 ，Let's go。呼呼。这样子，他是搞笑的啦，笑 ，sexy 的啦。他老公一直在看有没有，他老公一直在看球，看老婆。有红吗？三十秒，要撑住啊！你死定了！他有没有？自取其辱啊！手乱摸哎！手乱摸哎！你不能这样子，对，这个就要乱摸乱摸一下，不能摸中央部位。还没，还没，灯快灭了，还有30秒，快点，30秒，给他加料了啦，加料，平常在家里没有穿衣服的那一种啊，你快点变红，你快点，我替你担心了，我都急了，我替你担心了，我想帮你跳了，没有，就跟你说吧。你要不要先回来啊？离婚啊！离婚？真的假的？这个球没有用。医师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可以说实话吗？你可以说实话。我觉得那个永汉哥刚才看多少老师的时候，那个兴奋的程度是比刚才白鹿姐跳的时候多的，因为刚才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灯是黄色。呜呼！偏红色，对，结果那个音乐一下，白鹿姐一出去，那个马上变蓝色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是老婆马上帮他恢复理智，因为很 relax， 马上醒了，舒服。我要好好思考我们的，你们回去好好补救了啦。所以不要就是 no， 白鹿，我觉得你应该去跟多拉上课。不是，哎呦，这是舞的问题。其实我这个答不。你们希望你们太太是这样子跳舞吗？当然不会、啊，我当然她不做了，我不用啊，不希望啊。对 对，所以刚刚没有什么感觉。最好的姿势不是一个球，还要看别的。哪里？你真的以为这是？不要看马上为你表演呢，这样好吗？什么改编？所以
你可以接受他在你面前赞美别的女生吗？听说赞美、哦，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要看那个时期。像我自己最近运动啊，身材保持的还不错，我就觉得哎还有自信，就比较有自信。但我那个时候生产完，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很胖，因为我生的时候怀孕的时候胖了30几公斤，就对自己比较没信心。然后第一次胖那么多，后来我跟我老公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哎，我老公突然就来一句。你看这个身材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身材，哇，那句很伤。然后就是一个网球选手，就是很废这样子，然后瘦瘦的。然后他刚刚说他喜欢的那个女星，对不对？英国女星就是做有名的超瘦的，他就是那种超瘦的，超瘦的。没有，当然网球的都不太瘦。网球的是其他美，网球你是说那个大威廉吗？大威廉斯吗？要看啦，也有另外一个威廉斯，需要一点肌肉，他不是跟模特一样，是比较运动型。是，可是 Kira Knightley 是超瘦的。对，但重点是那个时机，我觉得那时候我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一个，跟我说，哎，那个身材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身材。好了，你刚刚让他完全没有兴奋感，会不会很挫折？你现在应该空白了吧？我觉得到底那个球有没有用啊？还是我最近在专注于我小孩了？对，我回去要，我有用的球，有另外一个，他有另外一个球，哇塞，另外他解放了，他有另外的球，另外一个球，而且还两颗，真的这是另外的球，谢谢。好，有曾经因为老公看别的女生而让你吃醋的经验吗 ，Vanessa？ 平常的时候就是跟我出去都斤斤计较，可是啊，有一天他来接我下班的时候，在路边哦，就看到一个正妹跟他奶说：“哎，先生，拜托借我钱，我要回家，300块不多。啊”他就直接借了。正妹会这样借钱啊？对，而且我跟他说，他就一看就知道是诈骗，诈骗集团，哦、他就说。没有，他很可怜，一个人在外面。可是那时候已经超过12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半夜12点以后，那真的是很危险。可是，等一下，希德，这样你会借吗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真的发生一个例子，这真的要日行一善。我今天要坐高铁来，在高铁站一个大陆的女孩子，她要买高铁票，身上没有台币，只剩下50块的人民币要跟我换，因为她好像差200-300块，我50块跟她换500块的台币给她。哇，你人真好哎！他说要不要？我有10万人民币给你换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要日行一善，人家要回家，对不对？表现我们台湾人的那个善良、人情味，这是对的。日行一善，晚上12点，我是中午12点而已就借了。没有，这个真的很夸张。长得怎样？啊，长得怎样？对，这个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吧？没有啊，可是我又没有留他电话。谁知道你没有留他电话，你递名片给他嘛哈。对男生来讲未必要留电话，可是那样他们会爽一天，觉得他们帮助了一个正妹。对，丸子呢，他有一次就是骑车，然后载着我大儿子，然后还有我，然后那天下雨天，然后就是可能在等公车的一个长腿妹吧，然后呢他就已经过去了，他眼睛，因为我知道他在眼睛已经在看了，然后呢？结果已经坐在后面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啊，就是感觉到，反正就感觉男生都不要怀疑，我们就是感觉得到，我们就感觉。等一下，他说你在骑车，儿子，你还在坐在后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男生的还有戴安全帽，哎，男生的视线就只有这么窄，这么窄，女生有180。没错，是这样。你苍蝇啊！真的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根据医学看人家的时候，他绝对是有转一点头，对，他绝对不会是直线，有转一点头，他一定有转一点头，所以老婆就会知道。然后已经经过，然后还看那个后视镜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女人看别人男人，我们男人都不知道。没错，确实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？结果呢？我们很少看，就差一点撞到路灯。就是旁边那个柱子那个路灯，然后我就赶快叫他，哎，前面，然后他赶快刹车，然后就差点就车祸。就为了看女生正妹，对啊，真的，我就整个安全帽给他打下去。妮可呢？太危险了。像他就是属于那种妖怪给谁的，因为他偷看然后都不讲，像那个偷看 FB， 之前啊，就是我那个记录有跳出来一个 FB 的女生的名字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人不是我家的，然后也不是我朋友，然后就问他说，你认不认识这个女生？然后他就说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就把那个画面截图下来，他才跟我承认说是国小同学。
看就看，你还错哎，你还不承认？不是，因为我老婆是醋海，有一次我们在坐捷运，捷运不是人来人往吗？就有人进来，我们就看一下。他有一天突然往我后脑勺扒下去，我说你干嘛？他说你在看啊，我说看什么？他说刚刚那个妹腿很长吧？我说我没有在看啊，他打死都不相信。所以重点是那个脸书是。我不可能承认啊，承认就自寻死路啦。而且那只是小学同学而已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说怎么会有搜寻记录这种东西。了解，所以你是一个很专情的人。对啊，多专情，很专情，就不太会乱看啊。了解，好，那又怎样嘛？口说无凭，我们有拍一段 VCR 来。我可以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大金大金，所以你是一个很专情的人。对啊，多专情，很专情，就不太会乱看啊。了解哈，那又怎样嘛？口说无凭，我们有拍一段 VCR 来证明。为了测验人夫的定力，我们请来了一位辣妹，并在美食街当中隐藏偷拍镜头。嘿嘿，就连辣妹的胸部也都不放过哦。今天要来测验的对象就是常来私房话的 Kim， 制作单位请 Nico 把老公带到美食街，并找借口离去，看看 Kim 是否能在老婆离去后守住男人的贞操呢？辣妹即将使出第一招吊笔， Kim 会因此上钩吗？我左看右看，哎，笔掉嘞，赶快帮他捡起来！哎，你在看哪里？抓到了吼，还看？剪完笔后有了第一次的邂逅，接下来辣妹又会出什么招呢？Kim 在听出辣妹认出自己常上节目后，果然眉开眼笑的跟辣妹继续攀谈，这样一聊就是十几分钟过去，完全把老婆抛在脑后。接下来辣妹又即将出招， Kim 你抵挡得了吗？可是也是很常上面，我今天讲话超好笑的，可以拍一张方便吗？不会吗？他刚去吗？他有上节目，那我可以等下也跟他拍，然后跟你拍一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等下我还在拍，真的吗？加一。会怒。会怒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可以啊，叫什么名字？这次的测验圆满落幕，辣妹成功跟 Kim 加脸书好友，只能说 Nico 啊，他们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巧遇。绝对不是外遇哦！我脸熟，大进大进，所以很这种人面兽心的人。不是，怎么会有这一趴？太扯了！太拖，你在比较，但是你老婆是觉得他有像他说的那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有动心，很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真的啊？对啊，他很有礼貌啊，是真的很幸福啊。人家哎、欸，他没有偷看呢、啊啊，人家没有人家脸书哦，他邀请人家加脸书啊，对呀、啊，又不是女生主动，他又不漂亮，你会要他加脸书吗？我要等一下，我们脸书，我们脸书是一起的，我们两个是用同一个脸书。拜托，之前觉得我是公主病的朋友，还有控制狂的，看一下这一集，快点，这要留给我女儿看以后。什么时候录的、啊？对 ，OK， 夸张。觉得呢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 Visa 告诉我们，不要随便去测验男人，对真的。真的不知道就算，一览无遗。男人都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想得到的那个情节都会发生。而且他那个吊笔拿东西那个眼神已经到哪里去了？对啊。假如有一个猛男在旁边，也是穿了一个背心，他在旁边弯，你也会看啊。不是我们会，你搞不好还会摸一下。我们会偷看那个，他是已经这样眼神，还可以瞄到旁边呢。一直在讲啊，说。Kim， 他有一不那个 Nico， 他也这样讲说，我老婆吃醋哦，他会怒吼哦。不是，是因为他老婆在那边，跟他今天有跟他一起去。对、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他没有他老婆，他老婆回来，对，因为他平常的形象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会变成这样。对，因为他平常我被设计，他平常其实跟我出去其实都不会乱看别的女生，看也是只敢偷看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影片拍出来他是。他是这样的人，因为你不在啊，因为你不在，所以今天我非常感谢制作单位让我了解这个人。啊，所以会怎样？会怎样？接下来你要去找律师了吗？而且他你要人肉搜索这个女生吗？他有问我说怎么会有人要加我们？我说没有，那个就是喜欢他的，然后就加我们脸书，然后他还说什么你加他试试看，然后还一直骂我。他明明都知道，还一直骂我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也不应该说你的脸书要给人家加、啊，你们是一起的啊，对啊，所以 OK 啦。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下台的一个方式啦，因为人家都这么热情了，然后他跟你要电话怎么办？你就说哦，你就加个脸书啦，那是。礼貌了，真的礼貌而已，对啊，不 OK 不 OK， 哇，
FB 很恐怖，等一下回去再说啦，等一下回去再说。所以今天回去有多少的？今天在座的人回去应该都会很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就是各走各的，向左走，向右走。对，没错。今天回去那个球再带我回去，我要试试看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变成红色。我们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变红的。Dora， 不是 Dora， Dora， 你可以教他吗？他刚刚跳了一分半。灯完全都没有变化，你艳舞跳得太难看了，来啦，怎么你都讲？哎、欸，他有70岁的学生哎、欸。对，我有个学生，他70几岁，然后在学艳舞，跳得非常非常好，可以在地上翻哦。哦，真的、啊？真的。OK， 不用叫救护车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那我先教4个简单动作就好，回去保证他灯是红的。OK， 好，第一个臀部借我，来臀部，右前右后，左前左后绕起来右。左右左右，我有在动吗？左，然后臀部从左前右后绕起来，左到右，左到右，来胸部往前往上往后收回来，前到后前到后。这个前提要先有腰跟有胸啊。不用，好，我们现在把4个交起来好不 好？第一个动作，手接我，1、2、3、4，臀部5、6、7、8，胸口1、2、3、4，好，来蹲，往上 ，OK。哇，来三个做一次，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，预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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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、6、7、8 ，OK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回去好好练啊，所以是回去要脱光练，露一露肩才是美。OK， 谢谢 Dora。